刚刚有人举报拿酒驾，我也看到他走那个酒吧里刚出来，怎么回事？往哪里出来？哪里出来？你拿清我呀？啊？啊，大姐，大姐，你这边喝不喝不的？你这边喝不喝没说？啊？那先下车吧，在车子去我。现在车主把车门锁住了啊，车门打不开了。小雪，我现在郑重警告你，把窗户打开，窗户打开，窗户打开。现场民警发出多次警告，驾驶员依旧不愿意打开车窗。之后，驾驶员在车里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猛踩油门，企图逃离现场。情况紧急，民警立即展开追踪，最终在西湖隧道里将车辆拦下。加油！快快快！在，在，下来了。不赔。下来！人来人！救！救！西湖，真西湖！真西湖，真西湖，真西湖！下。在这边了，在这边。车里面人已经控制住了啊，在隧道里。他现在被困在西隧里面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将不通过。不是不是你的事，注意配合。我又要被拘留了。注意这个行为。我问你，看好别动，别动啊。目前驾驶员已被警方刑事拘留，经过后续检测，他的血检结果远超醉驾标准。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